Hello， 大家好，小狼啊，今天下午我刚刚很闲，想到了印度哥有发呆过2小时20分钟，所以呢，今天我要跟他一起发呆2小时20分钟。记得哦，这个影片绝对不能快转，如果快转了，你要订阅我的频道。OK， 我们一起开始吧。
结束了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娘嘞！发呆的时候，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好吗？我相信大家绝对没有快转这个影片啊！发呆运动，我觉得要持续的保持下去，推广下去，好吗？如果刚刚有快转我影片的人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就原谅你啊！那如果你身边有什么人遇到困难，然后或是感情上面遇到不顺，发这个影片给他看，让他知道，再怎么难，也没有看2个小时的发呆影片难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我是小狼，再见，拜拜。